Hello， 大家好，我是长沙环晓泳分行 Janice。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翻四小龙碧海蓝天三座嘅一个放盘单位。咁我哋快啲而家一齐去睇下四小龙周边嘅配套同埋单位入面到底系点样样啦。首先带大家睇下碧海蓝天附近嘅配套先。落到楼下咧已经有间伊昂，咁伊昂入面亦都有多间嘅餐厅任君选择噶。如果覺得不夠的話，可以過回去四小龍的商場。說回交通方面，其實碧海藍天走回去荔枝角的 D3 出口只是隔著一條馬路，樓下興華街西亦都有不同的巴士來往到不同的地方，所以說衣食住行都一應俱全，滿足到不同用家的需要。碧海蓝天由恒隆和现代建设发展而成的，一共提供了1616个单位，户型分别由两房去到三房不等。项目由2003年的12月份开始入伙，车位总数有400个。至于今次为大家介绍的笋盘，实用面积是494尺的两房间隔。这个单位坐向西南。至于景观方面咧，会望翻深旺道嗰边嘅；而细房景观咧，会望翻内园景，会望翻对住碧海蓝天五座嗰边嘅单位嘅。如果大家对呢个放盘单位有任何疑问，或者想了解更多四小龙嘅笋盘，都不妨 WhatsApp 或者打俾我查询翻啦。我系长沙环晓泳分行 Janice， 拜拜。